别吹了，别吹了，停下来，停下来。真好。丁总。妈。嫁给我吧。赵先生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只带来了艳丽，愿一生一世与你情同比翼，你愿再嫁给我吗？赵先生，我不该给你离婚书，我该死，我错了，我重新向你求婚，你愿意再嫁给我吗？赵顺，赵先生，请你放尊重一点，今天是我迎娶新兰的大好日子，你别胡闹了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新兰，帮我拿着。你想干什么？这个，我问你，是不是你把剑贤藏起来了，然后用剑贤的生死来威胁星兰，逼迫星兰嫁给你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不会吧？是，怎么回事啊？赵先生，我不知道你在胡说些什么。乐天，请赵先生出去。哦。老板，他谁敢赶我走？我是林昭顺，我是这个家的男主人，谁敢赶我走？金兰，湾脊柱慷慨山河，你们还认得这把断情刀吗？这把刀就是当年你从湾脊柱那买过来送给我哥的那把断情刀啊。啊，没错，就是这把刀。对，我也记得。这么说你的确就是赵顺哥了。没错，我就是落海失踪未死的林昭顺。确实确实是赵顺，确实是赵顺，是赵顺，是赵顺，太好了。当时我在海上就是被这把刀刺伤的。这把刀刺伤你的？可是多年前你不是把它送给大海了吗？没错，就是这把刀是我昔日向万金书买来送给胡大海的。啊，爸爸，把我胸口这刀伤是我登船出海时被刘大富用这把断情刀所伤的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？当时老板他亲口告诉我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要问你就问这把刀的主人吧。是他要你死在这把刀下面的。赵顺，你是说是大海指使人用这把刀来刺杀你？是，我挨刀后又被刘大富推落海中，所幸我被新加坡王氏企业的一艘商船所救，他胡大海就是买凶杀我的幕后指使者，目的就是为了从我手中将新兰夺走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所以我更加怀疑今天新兰肯与他成亲，一定是他将剑贤藏了起来，用剑贤的生死来威胁星兰。星兰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全是胡说。他不是胡说，我能证明胡大海是唆使我杀害林昭顺的幕后凶手。我能证明胡大海是唆使我杀害林昭顺的幕后凶手。是谁啊？这个是，我就是昔日受蛊杀害林昭顺的刘大富。刘大富，这个是
没想到我还活着吧？那天，你要杨有良杀我灭口，但有良给了我一条生路。他告诉我，胡老板要我杀你，但我不想杀你。唇亡齿寒，兔死狗烹。我怕杀了你灭口之后，回头胡老板也会杀了我灭口，所以我们互保。我放你走，你暂时避往他乡。但是如果有朝一日我遭到了不测，那一定是胡老板下的毒手。你得替我找胡老板报仇，行吗？行。这狗日的胡大海，真不是个东西。老板，你。你。大玉器夺你，难道真的是怕你？过着比丧家之犬还有不如的逃亡生活，倒不如干脆把事情给抖开，来请求周顺的原谅，也让大家明白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。尤其是我更不能见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这般的杀幼夺妻，还过得如此得意，所以我专等这一天出面揭穿你，来破坏你的好梦，好让大家明白你原来是个假仁假义的鬼东西。大海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？大海，难道真的是你？大哥，老板，我没有，我怎么可能对昭顺做出这种事情？我的为人难道你们还不清楚吗？我对昭顺一家人还不够仁义吗？我胡大海像是会做出这种事情的人吗？枉费了我跟你们大家有这么久的交情，你们居然不相信我，反而轻易相信这个恶人的话。他在昭顺出海的前两天曾经来找我借钱，说是要还赌债，被我拒绝了。哼，我还狠狠地说了他一顿，他一定是因此怀恨在心，才偷了我的刀，干下这种伤天害理的事，想要嫁祸于我。对呀，大海的为人大家都知道的。而且大海对昭顺他们一家人也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，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大海，而去相信他的空口白话。对对对，我老板的为人我可以保证的。是啊，爸爸，大海叔叔对我们家真的很好的。是啊，爸爸，大海叔叔是好人。是啊，大海真是个好人，要不是他一直关照我们，恐怕我们早就沦落街头成乞丐了。对啊，我想大海他不会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的。错了，你们都错了。有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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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，刘大夫说的没错，杀昭顺的那把匕首是胡大海亲手交给我的，我又转交给刘大夫的。胡大海就是杀昭顺的幕后主使者。这怎么可能啊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老板是好人啊，他狠心杀勇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夺妻。这不会的，真的是他呀？怎么会这样？他可恶啊。胡大海从小就决心要娶新兰，没想到新兰竟然嫁给了昭顺，也因此他一直深恨着昭顺。胡大海，我今天要拆穿你的真面目。大家还记得吗？当时昭顺和胡大海合伙买了一艘船，结果那艘船在夜里被一场大火给烧掉了。那艘船之所以会被烧毁，是胡大海叫我放的火，是我放火烧了昭顺的船。大海，老板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原来是你放的火。没错，是胡大海让我放火烧的。这话可不能随便乱说呀。对呀，那艘船大海自己也入股的，
他没有道理自己收自己的船呢。就是啊。嗯，对啊，没有道理啊。胡大海才不在乎那点钱呢，他要我放火烧船的目的就是要林昭顺背了一身债，迫他尽快上船，在船上好进行谋害昭顺的计划。因此我多次带人去林家逼债，也是胡大海要我这么做的。他要我煽动大家去你们林家讨债，然后这个时候他出面假充仁义来帮助林家，以博取新兰林妈还有孩子们对他的好感，好让他最后可以得到新兰的爱。胡大海其实你是个伪君子，是个杀人不眨眼心肠歹毒的大恶徒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果然是你，大哥。你们来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给我滚开！你竟然伤害了我母亲！难怪你昨天留我在你家住宿，今天一早又要我去外地替你办事，原来是你伤害了我的母亲，又想杀我灭狗！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你还想搅乱？大哥，老板，姚老板，没事吧？先把话说清楚，别胡乱打人。好，我就把话说清楚。今天早上，你叫我到牛家湾办事。我就一直提防着胡大海会因为昭顺的事情杀我灭口，因此这一趟他差我到偏远的牛家湾，我就特别戒心，万分的提防着，担心他会在这种偏远的地方对我下毒手。果不其然。别动，起来。对不起，出门在外不得不多加小心。我是奉胡先生之命来转交东西，请问您是？姓钟，叫我老钟就行了。那就对了，这东西就交给你了。没我事了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我得先验一下东西，确定无误才行。来，帮我拿一下。什么东西啊？是蛛网。没想到你竟然如此精心设计要取我性命，由此看来你也知道我对你早有提防。虽然你想杀我，我却仍旧念着你曾经救过我娘一命的恩情。我不想找你报复，只是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杀害我的母亲。我带着枪伤回到家里，我打算自己处理伤口，我却看见我的母亲吊死在房间的梁上。我原以为她是什么事情一时想不开而轻生寻死，我没想到在我母亲的手中竟然发现了这颗纽扣。有良，你是说有人杀了杨妈，又将杨妈伪装成
成悬梁自尽的样子，而杨妈手中抓的扣子就是从凶手身上抓下来的。没错。原因呢？大海为什么要杀杨妈？八成是因为见贤。见贤？胡大海把见贤藏在我家，想用见贤的生死来威胁新兰嫁给他。真的是这样吗？新兰，是不是这样？我明白了，难怪昨天杨妈会那么说。胡老板，我儿子带回去的那个孩子肚子上也有个刀口，而且年龄也差不多呀，会不会是……原来见贤是被带到了杨妈家，所以杨妈昨天才会那样说。赵山，快去杨家去把见贤找回来，快！我马上去，我马上去，快点，快点啊！大伯，我们也要一起去，快快！我也要一起去，大伯，大伯！想不到，将我们一家人害得如此凄惨，竟是从小和我一块长大的、情同手足的你。老天爷待我太不公平了，从小夺我父爱，夺我母爱，长大后又让你夺走了我的最爱。天爷待我太不公平了，最后还让我输得一无所有，我好恨，我好恨呐！你这个伪君子，是我瞎了眼，我一直把你当作大好人，还让新兰嫁给你，你还我母亲的命吧！不要，你先让法律来解决吧！不要啊！滚一边去！出人命！胡大海，哎呀，站住！哎哎，有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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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不不不，救人要紧啊！不要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是自作自受。有娘，新兰，赵顺。我对不起你们，我也害了我自己，也把我的母亲给害死了。我是一个不孝的儿子，我要去找我母亲了。妈妈，我来了。有娘！要迫使林昭顺家破人亡、一无所有的计划算是已经成功了一半，接下来您要我做什么？咱们搬，走。明明来，进去，别出来。明明别出来，快快快快去！住手，住手，你不能搬，都回去滚。你们不能这样。顺啊，你听话啊，这花瓶是我的，不能搬。
什么契约？说好听点呢，是工作契约，说不好听点就是你的卖身契。你说什么卖身契？什么意思？昭顺得上渔船工作三年才能还清我的债。至于黑面臣和麦菜江他们的债务呢，我不管。昭顺，今天我要给你确定时间，确切的时间，这样我才能保证你能顺利的上渔船工作三年。啊，看看内容啊。什么时候出海？赛谷会后。好，我签。其实啊，他回不了工厂不是这些原因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跟两个老板都有暧昧关系。真的？对呀。我看呐，八成是狐狸精转世哦。是你把剑仙藏起来，你想用剑仙来威胁我？你的真面目，护大海，你竟然是个如此卑劣的小人，卑鄙的小人！你骂吧，你尽情的骂，只要能得到你，我就是为此下地狱，都在所不惜。大海，剑仙还在病着，你会害死他的，你会害死他的，放了他，我求求你！你放了他！要想见贤活命，那就让他美梦成真吧。明日在家等我的花轿。或是你现在就拒绝我，给我个答复。星兰，赵顺，我真是太对不起你们了。想喝酒吗？我陪你喝。你们不恨我吗？恨什么？该恨什么呢？我几乎害得你们家破人亡。都过去了，大海。能过去吗？要是真能过去，我愿意重新做人，但是唯一不能改变的是，我依然还是爱着新兰。
可我依然不会将新兰让给你。是啊，只有傻瓜才会把新兰让给别人。大海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只能说是你我无夫妻之缘吧。但我和昭顺仍愿把你当成我们最好的朋友，等你出狱后我们再好好相聚好吗？你要我去投案？是啊，不投案，我还能逃到哪儿去呢？行，我去投案。可是赵顺，你可以把断情刀还给我吗？竟然还敢相信我，还敢把刀子交到我的手上，你就不怕我拔刀杀了你吗？你可以这么做，但我相信你不会。你错了，你错了！哎，大海，不要！大海，大海，周顺，大海，他，周顺，大海，周顺，大海，你，你别过来！大海，大海，大海，大海！回信给丽华了没有？回了。我感谢他将此地的工厂赠予我之情。我告诉他，有空要常来看看我们。所以爸爸送给我的信心二字应该送给你。妈妈祝你永远永远快乐。谢谢明月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讲了，你再说的话我就没话说了。好好好，你说。我觉得吧，妈妈是我们家里最最伟大的人了。就像当时一样，妈妈把我们送给别人只是暂时的，后来妈妈还是把我们接回了家。现在啊，只要一想起那件事，心里就会难受，
可是我知道妈妈的心里应该比我们更难受，所以我送给妈妈跟姐姐一样的信心。谢谢简贤，谢谢。爸爸不在的时候都是妈妈鼓励我们安慰我们，妈妈给了我们那么多的信心。嗯，对，爸爸说的对，人要有信心。嗯，最后我要祝爸爸妈妈永浴爱河。好了好了，该我讲了。好话都被你们说完了，那我该说什么呢？那你要送妈妈什么礼物呢？我跟哥哥姐姐一样，送给妈妈一封信心。啊、哦，好。我一定要好好读书，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明文真乖。谢谢明文。爸爸，爸爸，你给妈妈的礼物是什么呢？对呀，快说呀。猜猜看呢？快点拿出来吧，爸爸，妈妈还等着吹蜡烛呢。还要吹蜡烛呢，快点啊！对呀，快点说吧，别急别急，还是等妈妈吹了蜡烛再说吧。好啊，妈妈，快吹蜡烛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妈妈许愿还没许呢。对对，妈妈快许愿，快点，快点许个愿，快点，快点。妈妈希望奶奶长命百岁，至于我们家呢，终于雨过天晴了，让我们这一家人幸福美满快乐。啊！现在妈妈已经许过愿了，那爸爸送给妈妈的礼物是？是什么？大家先把眼睛闭起来。好，好，闭起眼睛吧。然后手牵着手。好。站起来。好。走到院子去。嗯。小心呐。眼睛闭起来。大家不能偷看哦。大家不能偷看哦。小心啊。来，静姐，你牵着妹妹，好，来，有门槛啊，嘿，小心小心，有门槛啊，好，不能睁开眼睛，小心啊，妹妹小心一点哦，慢点，奶奶你慢慢走啊，来，小心，小心，来，轻点，前面有个门槛啊，来，注意了，脚底下，爸爸，可以睁开眼睛了吗？应该快到了吧？礼物到底是什么？可以睁开眼睛了吗？礼物到底是什么？好，停，大家现在。可以把眼睛睁开了。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好美啊，好漂亮，太美了，赵顺，谢谢你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爸爸，这是什么呀？送给妈妈的礼物。怎么样？拿！哇！是钢琴，是我们家的钢琴，我家的钢琴，我们家的钢琴，我家的钢琴，是我们家的钢琴，我们家的钢琴回来了。是钢琴，康康叔叔，你是从哪里把我们家的钢琴搬回来的？这个。是我们林董事长买给你们妈妈的。林董事长，谁是林董事长啊？林董事长就是你们爸爸呀。你们爸爸现在是石雕公司的董事长，他现在拥有60%的股权呢。哇，爸爸厉害，好厉害啊！爸爸你好厉害。好，那现在我们一家人来弹一首歌送给妈妈。我知道，就是甜蜜的家庭，对吧？好，现在我们就让爸爸为我们弹奏这首歌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芈月，你坐爸爸旁边。芈月，来。我的家庭真可爱，整洁美满又安康，兄弟姐妹很和气，父亲母亲都。虽然没有好
家人多好啊。知道了，你总得给我一点时间学习吧。对，我可以帮妈妈做证，妈妈正在认真学习着呢。学习啊？好好好，你要是觉得我学得不够好，那你以后随时跟我提出。提出什么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说。我们进去吧。好好。别站在那上不开来啊！来来来，一起唱一起唱啊！来，哎呀，没事的，来来来来吧，在那看什么呀？